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问问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用力或者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关于理想，我从来没选择放弃，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。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是有梦的天真，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。也许我手比较笨，但我愿不停探寻，付出所有的青春，不留遗憾。只要一息尚存心，我尽双全。